会想最近的所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今天必胜公为咱所提供的节目，咱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着播出。有需要不免客气，今天必胜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。直接祝大家假期快乐啦哈！拜六礼拜哈，哎，当休困的哈，当然啦，真幸福啦哈。啊，那爱做工的啦吼，啊，即运输业的啦，迄无啥物休困爱轮值吼。但是呢，心情若好，做工课吼，会当吼精气神饱满，袂拄久袂下气袂失神，开车就会当平安顺利啦吼。八关八过，尤其是咧做吼大工程的啦吼，啊，即拢是吼啊，在高高的很高的地方吼，也是要精气神具足。所以咱伫遮呢，祝咱的朋友假期快乐，以外开车呢平安啦吼。啊，过来就是工作中吼，还搁咧工作诶，工作中顺利啦吼。哎，祝福啊，咱所有的道亲啊、好朋友对于节目支持甲爱护，真的非常感恩啦吼。来，今日呢安排一对，和咱的师兄师姐来分享一下。
算袂歹听吼，好听。咱讲有时阵啦，讲拍白伊啊吼，啊，咱有一句口头禅啊吼，这句口头禅哦，讲哇拍白去啊吼，拍白是啥？啊，就自己不知道安排的一些事，啊，来讲啊，去有人拍白去啊吼，那要拍白去了后要怎样？还是要战胜自己啊，对不？唔通讲哦，我去予你拍败去啊吼！迄就是咱平常时啊咧讲话口头禅啦、啊哦。我去予你拍败去啊！哦，这就是拍败去啊嘛，无要紧，最主要啦吼、哦，就是要看内容啦、啊。你是安怎去予拍败去安尼？咱讲战胜，免啊战胜自己哦，千千为敌，一呼胜之嘛吼。哦、这个棋就是咧讲一个人的力量。要去甲一个人，吼、哦，成千上万的敌人，那当然啦，你搁予你偌勇猛啦，吼、哦，你是一个战将啦，但是嘛是无法度好战胜，是安那讲？因为咱古早人定讲的一句，伊啦吼，家、哦、己一个人无力量啦，都、就是爱有人团结才有力量，吼、哦，啊，搁一样着，咱讲。用什么来战胜咱家己？就是咱若有烦恼啦，有一挂吼、哦，啊一挂困顿的代志，你想袂过，吼、哦，安尼的话，我们就要用什么来战胜自己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。是安那讲，因为咱家己甲放互倒落，甲放互海，安就是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。啊、哦，还不如呢，吼、哦，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？因为人是世人一生啦。哦，总是在与自然环境、社会环境、家庭环境，吼、哦，即个所有要爱适应的，拢总爱爱克服的嘛爱啊。啊，你有适应，吼、哦，啊要克服，嘛着后壁还佫有两个努力。你无努力，要安怎战胜你家己？因此，咱人吼，形容人生敢若战场，真正有道理啦吼。讲啊，人生就像战场。勇者胜而弱者败，啊，从生到死的生命过程当中，咱所遭遇的吼人事物啦，拢是吼咱逐天爱拍拼、爱战斗的对象。其实啊，拢是靠咱这个心念啦，吼，都是靠我们的心念。往往不受自己指挥，那才是最顽强的敌人。因为咱家己做唔对代志，是咱家己无多。甲咱家己幸福，所以最大的敌人，国共斗争啊，是自己啦。吼、哦，像那即卖个囡仔较好，咱讲好高骛远，较无爱做艰苦的工课来趁钱，老干的较无爱，吼、哦，啊，就会去想着讲用啥物款的方法来趁钱，所以就足济啊，吼、哦，啊，用博弈的方式，吼、哦，去跋筊，用台啊啦，跋筊台啊啦，吼，啊，一个创啥？拢是要做迄个轻巧，就是要有钱赚的迄种的。啊、哦，往往呢，最顽强的敌人的确就是自己。啊，一般人呐，吼，拢知影讲，哎，明明投资这都有危机，吼、哦，都不一定大家拢总赚的。哦，如果真的都没有危机的话，大家都赚钱的话，吼、哦，安尼迄代社会都好过啊，用钱。用钱赚钱，用钱加钱，安尼。但是咱人拢无一个危机意识吼，没有危机感吼、哦。咱敢若有，咱敢若想要甲人竞争，看谁较好个，车较大台。但是咱到尾啊吼，沉沦到一段阶段，啊，你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。为什么会失去生存的空间？因为该了拢了个大。六亲眷属看到你嘛惊，开嘴拢就要借钱的，啊！你一挂朋友就断了了，安尼的话啦，你想讲，咱是毋是会失去这世间生存的空间？无亲情朋友要相听，你的空间伫个倒位？除了你去无实在的所在，吼、哦、啊，去足远的所在，搁去重新开始，然后重新开始。所以咱唔通讲吼，殚精竭虑，吼、哦。为着家己吼，安、哦、尼认真冲，认真冲，冲到过头的，冲到过头的，就敢那
拄只在讲的安尼，唔知是谁甲咱陷害，还是咱家贪心陷害咱家己啦吼。人生既然是如战场，千军万马杀气腾腾，吼，而且作战的时阵，才有咧讲这话啦。啊，那平常时啊，吼，咱常咧讲吼，万夫莫敌，吼，屡战屡胜，常胜将军，吼，有迄个功勋的嘛无几个了，吼，一旦互人，吼，伫这个世间一直甲流，吼，咱讲流乱啦，佮兼改赞叹的，将军嘛无偌济啦。功勋彪炳的嘛无偌济啦，是有啦吼，嘛是有。啊，所以当做神的，即所谓吼武将，吼即马拢已经吼刻伫个神道顶在红拜啊。吼，咱讲关公两边都迄个吼周冲吼关平，拢有嘛，一定的拢有只将先锋伫个边啊。吼，这就是讲人生啦吼。上大的敌人就是咱的心念，就是我们最顽强的敌人。他不听你的指挥，哈，你就会，哈，心里面哈就会往偏的地方走。所以咱讲，较早拿破仑啦，哈，较早拿破仑，哈，在专行的时期，哈，几乎啦，哈，他能够统治半个地球呢。哦，拿破仑这牛哦，这厉害。有法度统治半个地球，但是咱讲战败后被囚禁在一个小岛上，相当烦闷，无法度去排遣呐。伊都有法度，吼，安尼，规个地球一半，吼，安尼，到尾也真系失败。啊，当然嘛是，共过五万拢会失败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讲有时阵。人无多战胜无数敌人呐，吼，却无法战胜自己的心贪呐，贪要搁贪，较济要搁较济，土地较宽要搁较宽，安尼到尾啊，你就会食到甜，就踢到铁棒呐，吼。所以咱即马讲要将这个讲予咱的孙兄叔仔啦，吼，咱的道亲啦，吼，知影就是讲适可而止，咱的心呐，家己控制会掉。你若咱的心控制会调，你就能够战胜自己。好、哦，可见呐，能够战胜自己的心，好、哦，才真正是战争上的战将啊。好、哦，啊那无，到尾也拢，好、哦，连拿破仑时代全盛时期，他也会遭到这种被囚禁在小岛上的，好、哦，这个窘境啊。哈、哦，啊要战胜咱家己，真不简单呢。一般人啦、啊。拢较会安怎？啊，拄到好康的时阵，啊，拄到讲，安尼我哪像得到啊？吼，这吼，你感觉你安排的工作，你都有得到了，你就会得意忘形。吼、哦、啊，人呢，看会起的时阵，看会起咱的时阵，吼、哦，王爷留地足济啦，吼、哦，都做大官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咱都不管事的，安尼足济人来拜访，吼、哦。所有摕来礼物吼，都爱阁去起一间啊来藏，无藏袂，藏袂完。啊，等到你失败的时阵，无人要插你的时阵，门口如厕，外口连厝鸟都无爱飞，都无爱飞恁兜去。咱人啊失意的时阵，会自暴自弃无？会啊。人家看得起你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很成功嘛？吼，但是总人拢无法度完全拢成功的。啊、有落魄的时候无？有啊、哦，有更倒霉的事会遇到吗？也许会哦，也许啦，哈、哦，会啦，哈、哦，唯有不受成败得失的人啦，哈、哦，这就是你有法多好，把这所有成败得失，无要甲藏在你的心肝，会话安尼就好过日。哦，咱嘛无要哦，这个生存死亡，这所有有形无形的啦吼，这所有情形所影响，纵然啦，咱心不由主宰啦吼，却能心得自在，没有那自在，就是还是在讲要战胜自己。平常人很难不受环境影响啦，吼，无只那有只只忧郁症诶。因为有很多的矛盾啊、冲突啊、挣扎啊，经常发生。
吼、哦，你要哪调伏烦恼，非常重要呢。你无调伏，吼、哦，等阿爸也去拄着，吼、哦，这所有的冲击，吼、哦，你在挣扎当中，你会，吼、哦，会很失，人讲失魂落魄，会很失意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你就会安怎？你就有这种感受啊，吼、哦。所以人呢，就感觉讲啊，精气神哪来哪无好，就是因为咱无法度排解。这矛盾、这冲突、这挣扎、这所有的烦恼，你拢无法度去调伏，你就没办法排解它。啊，你无带个排解的时阵，你都无在自我平衡啊。好、哦，这个自我平衡的功夫还要放在哪里？放在平常时的观念，跟你处事的方法。平常时的观念跟你处事的方法，你伫顶管努力的是正确的。好，在观念上要想到这种种种因缘配合，所以咱常咧讲因缘配合，因缘配合，因缘配合之后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好的。有因缘，有甲咱配合，咱家己本身阁调伏会好势，观念阁对，好，安尼呢，咱并不是讲吼啊，只有一点点唯一的因素，好，安尼就无法度掌控。安尼，咱敢袂伤软弱，安就算伤软弱的吼。因为心中的情绪啦，你要自然会安定。好、哦，心中情绪你没有把它调好，没有办法安定。在方法上，你所找的一些目标还是哈、哦、对错，家己拢无法度决定。啊，咱讲人要哪去约束咱家己，哈、哦、啊，要约束就是爱随时随地呀，哈、哦，自己。哦、要去人说不受环境影响、哦啊、也不要被一些问题、哦啊、把你绊倒了，这样的话、哦、我们才是真正的战胜自己、哦、这样是最最好的、哦、感恩呐、啊、哈！刚才有咱高雄的师兄哈打电话，伊讲很好很好，拍拍手哦。今天这一段很好，伊讲哦，足侪人因为安尼小看代志哈，都忧郁啦哈，啊，都安尼自我放弃。伊讲听梅山师姐的节目哈，真的可以开智慧哦。哦，我唔敢讲，会当给大家开智慧啦哈。最主要，我是希望啦哈。因为咱要做的工课是社会工课啦吼，
啊，唔是咧讲一讲啦，干咧讲无形诶，啊唔是咧讲灵感，啊唔是讲哦神一定爱安怎，佛一定爱安怎。好、哦，我们就是要讲人，人本来就是要你家己本来就是要负责跟肩胛头要担的气，这叫做人。好、哦，人本来就是安尼。咱不管讲咱今日做诶工课是高级诶，吼、哦，啊是讲高贵诶，啊是讲哦，吼、哦。啊，什么款的拢好，我们只要是尽本分啦，尽你的本分，尽你的能力做。咱偌济能量做偌济代事啊，安尼，你的人生绝对袂过甲乌乌暗暗啦，应该会好过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母娘会叫我这个传令兵啊，讲来电台讲，啊，电台传出来的概括嘛吼、哦。现在连外国吼、哦、啊，日本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咱的。加拿大、美国那一边，好、哦，还有哦，咱的这个印尼啦，好、哦、啊，新加坡都有很多的回应，好、哦、啊，有很多在国外的咱的道亲，好、哦，他们也都有哈、哦，咱听咱这个节目啦，哈、哦、啊，因为伊是咱台湾哈、哦、嫁过也好，伫一边创业也好，好、哦、在中国大陆也好，好、哦、只要一听。好、哦，咱的节目不是足深的，最主要母娘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把我们的灵性教育好，灵性教育也好，第一人社会较袂遐乱啦，啊嘛较无遐侪歹囡啊，嘛较无遐尼侪背叛朋友，哈、哦，不孝顺父母的孩子，啊，咱是咱讲这最主要，就是要好教，哦，真正灵性开课了后。你会当搁再延续梅香的志愿，继续搁来讲道，继续搁来传，吼、哦，母娘的圣意，吼、哦，安尼呢，咱是不是社会会越来越好啊？都愈来愈好啊！所以梅兰师姐呢，今日这篇，吼、哦，我觉得也不错，有啥物心门，吼、哦，代表着跟他光明的山同款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。这个心门如果是大慈大悲的话，那当然就像光一座光明的山，很亮，哦、在指着方向，让咱行，好、哦，指一个方向，让咱行，安尼很好啊，吼、哦、啊！如果讲修心养性，吼、哦，也是咱今日咧做的这，吼、哦，这吼、哦、咱比喻啦，都有很多比喻，吼、哦，咱讲日出东方万里长嘛。修心养性顾心胸，开刀金彩接天网，哈、哦，万法应住住心中，化作清魂飘西东啦，化作哈、哦、彩桥南北望，这拢是咧甲咱指路，哈、哦，是指路啦，哈、哦，分心清楚住慧悟，发法无尽住心通。归心作处一致往，分城飘飘无色中，分城就是在天顶叫云层，分城飘飘、哦、有时候说你真的在云雾当中会看到的哦，那像吼、哦，咱的顶冠吼，这种仙境忽然间呢吼，视现在人间让你看，所以讲吼。哦人啦，南来北去，吼、哦，要为对行，嘛是咱爱家己有迄、那个吼、哦、啊，真心啦。所以母娘甲咱讲，千秋无散牵心中。咱伫南来北去，吼、哦，要回到一个地方，还是要母娘的吼、哦，这条金线，母娘的金线。啊，母娘的金线，即马来到即马是六万几年啊，当然是千秋啊，哦，很久很久啊。啊，母娘的金线来甲咱看，吼、哦，佛六本是自金长啦，回头是岸自彼岸，吼、哦，月中九重现真理，光中自出智慧相，吼、哦，这嘛是咧讲修行啦，人咧修学有够遐，吼、哦，智慧相就出来了。清风自觉自见，吼、哦，觉中真啦、啊，吼、哦，也、啊、是讲咱为道千年万年往，吼、
为心道吼佛法，是哪讲千秋万化，君心若定啦，吼不管讲时代安怎变迁啦，吼时代安怎变迁，君心只要你有定，吼你有定自然啦，吼千秋万世都做些圣人，吼一天无尽，吼都会来传法啦吼。啊，所以咱讲地藏王菩萨。先来讲一个鼻孔，吼、哦，人都有法度好，要学像地藏王菩萨安尼吼，啊，会当讲伫咱这个地狱啦吼，善开善门嘛吼、哦，地狱嘛是着爱有人教化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讲地狱鼻孔誓不成佛的地藏王菩萨是多么的慈悲，多么的伟大，伊的伟大。是句句真言学真理啦吼，要甲咱教拢是这吼、哦。咱今日个三，咱讲伫这个吼三经吼，也是三好五义内底人中之人啦，伫学拢是伫学道理尔啦吼，伫学这道理。天心自道眼中开，心中自何万吼讲万千里啦吼，南门又开八方尽。这嘛是吼，甲咱指一个路，指一个吼所在，互咱呢吼会去了解啊吼。所以讲吼，母娘免来接咱这灵仔囝，伫这千年吼，甲即嘛几万年啊吼，拢是咧希望这灵儿会当腰带旺啦吼。人讲望尽迢迢万里路，是安怎讲？一直咧看这囡仔。讲人间游戏啊，吼，唔通袂记你故乡哦。你若伫个人间游戏了，还忘故乡的话，条条金线你拢无爱来接，吼、哦，拢甲恁甲咱的金线，拢甲咱利用在这世间啊，要互咱接金线，条条金线，来爱接啊，爱接无条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伫人间咧游戏，游戏遮尔久啊，吼、哦，啊嘛安尼的。好轮啊轮轮遮久啊，你嘛袂使袂记你故乡，你从哪里来呀、啊？吼、哦、啊，有时有那一种思乡的感觉啦吼、哦。所以人讲个性分明天地放嘛，吼、哦、自作心莲行其中，这嘛是咧讲念念不忘道正，是安怎讲？因为正心道就是敢那咱这道一样啦、啊。讲，咱拢爱以道心，吼、哦、来调理咱家己啦，吼、哦、千年万年，拢爱家己各自定位。现在讲咱活伫个这个时阵，千年万年，拢嘛是爱定位啊，吼、哦、该定位的时候也要定位的，吼、哦、该回的也要回啊，该走的要走，但是走要走正路啊，不要走偏的，要吹。找回咱家己爱自我心爱坚定啊，千言万语拢是在心上咧，甲咱传圣意啊，对无？九定天外，吼、哦，咱嘛爱我都找有路啊，找有路，唔才有法度好，吼、哦。甲咱这吼、哦，咱道理啦，吼、哦，参透了后，啊，你又找到路了，找到路要回家就容易啦，吼、哦。啊、如果说找到路、哦、要回家、哦啊、你又不想、哦、又是在、哦、这边乱乱那边乱乱就乱到一个时间、啊、你又不想，所以人说乱世间难得发育、啊、事实就是这样，不乱在这个世间，你要怎得到这个法益法的这个利益无法度嘛吼！如果你贪恋世间又不舍，又还想得吼、哦、啊什么道德吼，咱、哦、们道法的利益，你都敢那迷乱伫这个世间，你都唔认真吼、哦。咱讲，针无两头呢，无两头来啦。咱咧穿衫裤的针，对无？敢那一头尔，种针无两头来啦。吼、哦，你一支手。当时要抓两只兔啊，也没有那种本事啊，因为兔啊足好走的吼。讲放下世间，
佛法的出世功德自然就齁，那怎么有时候我们把它搞到活不活道不道，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是不是活不活道不道，而是佛道结合，而是儒道释结合。所以我们呢齁，可以你信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对了，你的法轮对了，了生死了，你到儒家的道场、佛家的道场、道教的道场都很好啊。做人若是无福报，你讲基本的生活原则都无啦。你想要封名师，有时候咱嘛找袂到真的啦。吼，总一句好话，有时啊你嘛甲听无啦。啊，想要修外缘，有个障碍多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修福又个惊啥？又个有个人要修福，但是又不想布施，吼、哦！要做好事，又不想去做志工，吼、哦！咱讲无畏施啦，吼、哦！无，咱讲无钱的人，逐天笑眯眯，迄嘛无畏施呢？逐天呢，大声笑笑眯眯，迄嘛一种无畏施呢？人看到你笑，人对你笑啊！哦，啊，看人行善，你赞叹话好啊，好好好，这个很好。有空嘛，志工、义工这样做，三，咱讲三思并行啦，一种是无畏思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有个人讲啊，我都有能力，我都知思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就是法思，法思就是啥？就是说法嘛，吼、哦，讲经说法。吼、哦，给大家听，吼、哦，这就叫三思啊。吼、哦，听人家讲啊，也是有用处的。所以有时啊，咱讲举手之劳啦，吼、哦，福慧同行嘛。吼、哦，咱唔免去管讲哦，啊，咱即嘛，吼、哦，咱做多啊，做少，总是有做比无做较好，对吧？有做比无做较好啦。啊，所以讲有行，有行功立德。比无闲功立德较好啦，那我们就是哦，咱讲多做少做都没关系，只要你有心要做，只要你有心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讲功德大小拢无要紧，吼、哦、心情安定，吼、哦、啊，伫你的日常生活，咱无去互走偏哩，安就好啊。这是母娘的目的啦，生活的目的，好、哦、就是希望大家拢会当安尼。那这样不是过得很好，很平静吗？咱来听一段道。
刚才啦吼，有一位师姐甲我讲，啊，差不多吼，意思来在甲我吼，要问这个公妈的问题啦吼。伊讲梅山师姐啊，阮迄个公妈吼，咱即马伫公务吼，那拜公妈足无方便啦吼，啊，佫逝世，无结婚啊嘛无留后事，无留啊无结婚都无后事。啊，我想要甲公妈安尼请来慈天必尊宫还堂，可以吗？好，我讲可以呀、啊。啊，但是吼、哦，我有去问足侪经的呢，迄去迄公妈拢共化掉呢。啊，当一块牌啊，安尼写历代祖先，啊，恁遐敢玩啊安尼？我讲不是啦，咱就是照咱的圣庙的规定，咱的圣庙讲爱，互人有这个纪念性的，就是归座的公妈，吼、哦，归座的公妈就是恁家的公妈。安尼规座请来，吼、哦、啊！伫个吼啊，还堂，互伊伫这个所在会当听经闻法。恁下一辈的人，拢会当来看咱的囡啊，吼、哦！咱讲看咱的公妈，啊，咱的公妈嘛爱看咱的囡啊。为什么？不管讲咱有方便拜啊，无方便拜啦，啊，有的囡仔去都去信其他的宗教，都无咧拜公妈。啊，四大人就会去安排讲哦，啊，公妈要甲载，要甲囥个队。咱一般啦吼，咱圣庙是以孝修行正果的，所以讲伊就是咧讲爱护人呢，有这个公妈纪念性，就是规世公妈互祭拜，规龛安尼互祭拜，吼安尼话，人要来看公妈，要来拜公妈，才知影讲哦，咱的公妈就是原本原有的公妈龛就伫遮，即有一个留恋性纪念性，吼、哦、咱讲树头啦。吼、哦，水有树，人讲水有源头，树有根呐、啊。最难报答父母恩，是安那讲？是安那讲？水有源头，你水嘛爱为源头流来啊，对无？但是水有源头，树有根，最难报答父母恩，就是咧讲咱的公妈。吼、哦，这是历代，有人拢几啊代啊。吼、哦，安尼咱个有法度专看安尼好。吼、哦，互伊这个，互伊入，互伊入堂安尼话，咱是毋是有一个留念纪念？吼、哦，啊，咱的公妈规生当中，吼、哦，坐伫遐遐尼啊庄严，搁有通听经闻法，安尼敢无足好？啊，师姐就咧甲我讲这啦吼，啊，我就甲伊讲吼，会使啊，你会使来慈天必顺宫拜拜，然后去还堂参观一下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这是规龛，吼、哦，规龛上座的啦吼。哦无讲公妈甲你烧掉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你用一块牌啊搭伫个遐，不是这样子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安尼把这个带过就好了，吼、哦，来，谢谢大家，阿师姐吼、哦、也感恩你吼、哦，来，有咧听咱的节目个啦，吼、哦，感恩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定咧讲言字袂使无信啦，吼、哦，因为咱有足侪人吼、哦，因为公公啊拢无要负责任的，安尼嘛袂使。人要顾本分，哦，这个社会才会祥和。不管是要做什么啦，吼、哦，拢是未使言而无信啦，吼、哦。不但呢，爱很容易的引起，吼、哦，人家的同感，受到社会的，吼、哦、啊肯定，吼、哦，这样代志要做就是爱受到社会的肯定，啊，别人的肯定，吼、哦，安尼。安尼，咱才袂受到别人诶批评啦吼，啊嘛才袂用讲，啊即卖信用哪会安尼，吼，安尼都愈来愈偏啦，吼，毋是咱诶信用嘛是爱受到人诶尊重，啊咱爱尊重所有诶道亲嘛爱尊重，即无形诶咱讲公妈历代祖先，咱毋若干呐爱信用嘛爱尊重，也要尊重我们的祖先。哦、不是你用什么方式方啊方便就好，方便就好，不是安尼啦吼。啊，咱会当安怎做拢好，就只要咱的公妈欢喜，吼、哦，伫迄个所在，吼、哦，真安静，吼、哦，啊，佫真好的所在，那这样当然都不错啦吼、哦。啊，人讲地结人灵啦，吼、哦，地结人灵就是咧讲所在好，所在吼、哦，就是讲宽敞。哈、哦，各一样就是哦，咱讲清幽，哈、哦，有很多好的地方啦，哈、哦，好，只是讲每一个人的想法啦，哈、哦，家己去判断安怎做较好啦，哈、
阿公嬷若欢喜就会使啦吼。所以咱认为咱即马要找吼，咱讲我们不要做那种欺人自欺的事。啊，咱唔敢讲咱是正人君子，但是上无咱嘛不爱做欺人自欺的代志。此种人必然会吼、哦、会逐渐的陷入吼、哦，咱讲自断前程。做啥物代志拢爱有这个功德心啦，爱有功德心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唔敢讲咱要做安怎，啊，总是一个因缘啦，拢是一个因缘的缘分啦。吼、哦，讲嘛，家己嘛会吹啊，有一个因缘的缘分啦。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信义为立业的基本啦，吼。商，人讲财商、言商啦，吼，以物易物，吼，这就是较早的人，吼。啊，即马呢，较早的人就是爱用这铜钱，有诶无诶。即马，吼，已经唔免用安尼啊，吼。即马货币，吼，会当安尼换来换去，吼。钱时代进步啊，吼，会当用支付，吼，会当用支票。啊，也当用啥？也当用金嘛？哦，金嘛，干呐？吼，转账就在网络上面就可以转账。好、哦，所以讲，金嘛，诶，这个时代啦，吼、哦，时代进步真的很快。好、哦、啊，但是呢，吼、哦、啊，卖讲啊，时代做了，吼、哦，时代伤过头紧，发明了伤过头紧。好、哦、啊，互咱做诶，这个吼。哦啊，工课会感觉讲，哇！啊，这社会变迁个遮济，安尼变遮济吼。有个人吼、哦、会做个吼、哦，让自己吼、哦、无所适从。到底我要往这一边走对，还是往这一边走对？吼、哦，人是做啥拢基于道义啦，吼、哦、平等互惠啦。恁若这个社会，我都基于道义，吼、哦，甲这道义做啊好，平等，吼、哦、互惠，有这种个原则。难免啦，吼，人伫这个世间有一种叫做承诺，哈，承诺也无可厚非，但是要我们呢，哈，讲了就不要失信，哈，因为哈，这嘛是种人讲民无信不立，哈，这古早人都嘛安尼讲，哈，做人要讲话要创啥，就是讲拢讲实话啦，哈，啊，实做安尼对你都才有帮助啦，哈。啊，有的我们就是不要消耗太多的精神啦，吼，去做一些无，人讲做无道德、无道义的代志，啊，你耗那么多的大量精神去做一些，吼、哦，没有用的事，安尼来咱都给了诶，吼、哦，咱唔拿资金啦，吼，经营啦，还是时间啦，吼、哦，有时咱讲摕人的钱，吼、哦，还嘛叫人的汇款钱啦，吼、哦，有诶讲哦，我来借钱，但是吼、哦，你的利息爱偌济，吼我迄种啊，吼、哦，咱讲放高利贷嘿，放高利贷呢，伊嘛是用钱咧换钱，用钱咧趁钱，去吸收足济人的汇款钱，吼、哦，这嘛是某种啦、啊、不良的心理，吼、哦，有时候你赚的太多，临时啊，为什么会发生事情？吼、哦，发生讲哎，变成吼、哦。赚一半了后，啊，人家体、身体拢无好，因为我们吼、哦、逼迫人家太多，人无得行难的时阵，啊，咱就人家厝贴呢，吼、哦，就变成像较早安尼，拢叫人去吼、哦、去人厝的安尼讲恐吓，无行要甲你安怎，无行要甲你安怎，安尼啊变成就害人倾家荡产呢，吼、哦，安尼就唔好呢，不要做一些吼。哦太过于吼，咱讲荡失天良的事啊吼，啊有个人讲啊，人来世间吼，尽量卖做这个罪孽深重的代志，阿拜呢吼，才袂逃过，吼，才咱要逃过吼，这个法律吼，诶制裁甲阴律的制裁，或者咱人吼，袂使用侥幸的心理呀，啊，你讲哎，天灾地灾。你知我知，别人拢唔知，唔是安尼，不能一了了之，吼、哦。所以，咱古早人啊，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，吼、哦。咱必须要有正确诚实啊，吼、哦。什么叫正确诚实？就是言而有信呐、啊。这孔夫子，吼、哦，就该讲每一个人来世间，吼、哦，拢总是每一个
人民大家拢有带着良知来啦。啊，良知向阳是安内判见，总是哦，互钱安慰啦，吼，去互名利权势安慰，怎袂记哩啊？啊，无每一个囡仔往下一个出世，拢有带着良知来，他都给你很善良、很淳朴，吼、哦。你看，你囡仔吼，以为时阵伊就是安尼善良淳朴，他不会耍头脑，也不会耍手段。为什么到出社会的时候，啊，就变了一个吼、哦？以前的天真活泼，到现在的吼，出来个社会，跟人混了一段时间，啊，你就会变成安怎？又雄吼，啊，又个吼，做一种违背道理天，人讲天道良心的事，诶，代志嘛拢做啊。啊，这就是讲，唔是上天出世就无予你善良，吼、哦，无予你天真。他有给你善良，也给你天真，也给你道德良心。都给了，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把孩子一直教到偏到去做兄弟流氓？好、哦，有的人还因为这样子犯了法条，好、哦，一直都关在里面，安尼都变成讲做父母嘛艰苦啊，好、哦、啊，社会那是愈济安尼话，那我们的好、哦、年轻人应该是要为国为民啦、啊，吼、哦。人讲为社会、为国家打拼，为家庭争取淡薄仔公平，吼、哦，互咱的祖先呐，吼、哦，咱讲，互咱这老爸老母一个安慰，这是咱做囡仔，吼、哦，啊，做人啦，吼、哦，卖讲做囡仔，做人应该爱有诶，包括你即马食到五六十岁嘛，同款，都是要订立一个目标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常咧讲论要论啥，智慧用伫正啦。有的人足有智慧的，但是智慧是用在偏的。吼、哦，我讲和善不可为，哦、不要用在偏斜的地方，和恶不可做，因为天赋人之智慧，他不是叫你来做坏事，伊教你巧啦，教你会晓巧，但是巧唔是叫你来做歹代志的，巧聪明是要教你来天赋乎你，智慧乎你，是要你来做代志。要来做好人，要来做社会，吼、哦，会重用的人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什么样的高跟低啦，吼、哦，大跟小，迄咱拢无法度去分啦，吼、哦。就是咧讲，人会当为这个啥，为家庭吼、哦、付出，为社会付出，有益于社会，有益于我们的吼、哦、自己的家人，安尼就算做一个足。足质朴的囡仔，吼、哦、嘛是做一个足好的人，啊、哦！你要永垂不朽，就是咱神啊，吼、哦，咱现在要学神学佛啦，学神学佛，人要甲咱拜永垂不朽，迄都要甲咱拜的原因一对，就是拜你的啥？拜你的精神，甲拜你所留落来这经典，会当教化众生。所以，我们事关世人吼、哦，为什么会？哦、有这么多的、哦那个、社会问题啦，温温婉婉啦，旧旧甜甜啦，吼、哦，这原因拢出于的名利、甲钱、甲贪。吼、哦，你太过营求，你需要的是什么？吼、哦，当然啦，每一个人拢互绑伫遮啦，互绑伫遮，咱似乎没办法断除。啊，人若讲不屈就现实。吼、哦，啊，要阁随波逐流，哦、我伫世世代代哦，啊，传落来囡仔，你若无好好甲教，啊，囡仔拢变成庸庸碌碌、庸庸俗俗，不求，吼、哦，啊嘛无要学，无要做，安尼话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拢自我陶醉在，吼、哦，你每天都看到你自己，你自己陶醉在你自己，即卖有人陶醉在房间，他就躲着不出来的很多啦，吼、哦。咱这种想法甲做法唔对的，无多去治标，嘛无多去治本，因为叫做啥？时代的变迁，因果的循环。吼、哦，是咱就来讲，嗯，啊，都有咧读册啊，唔是无咧读册，是啊，想法的偏差，都唔是无多好通个改变，是治标尔，无在治本。吼、哦，啊，因果现在循环，
吼、哦、啊，这后番的武功，就是你一直甲、一直甲、一直甲科技一直甲进步，啊，就一直甲，就像讲，咱讲有一个较早有一个机手机啊来拿，就是讲方便嘛吼、哦，啊，内底无啥物影像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互咱拿咧，就是讲。咱行到对哦，要拿要人要甲咱卡电话，咱有法度方便接电话。较早是安尼尔，吼、哦，较早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安尼咱就欢喜个呢。讲唔免讲，咱家有电话，有电话咧，讲爱用浪的浪灯听。啊，你莫用这支，就敢那有一个无线电的，互你。但是都是敢那掀开，就是卡电话安尼尔，啊接电话。但即马唔是，即马关入面物件，所有的五花八门，好的吼、哦、也很多，吼、哦。咱讲钢筋吼隧道，讲一挂足好的道理，易经啥物拢总有，吼、哦、也很多的视频都非常 OK 的。但是咱袂去选择迄个 OK， 吼、哦，咱袂去讲要去甲一直去甲看这個，吼、哦、啊，咱会去一直去看，拢是去看啥？看安怎跳，会跳出来讲我安怎赚，但我都赚到钱，拢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咱忙于生活外面的。名利权势，吼、哦！你无法度去学个，什么叫做气候终身？啊，咱的智慧贡献，煞唔是贡献哦，咱的社会人群呢？吼、哦，煞是唔是安尼？安尼都唔对啊！所以讲来到此生不愧了，我们已经来到了今生这个人间世界，有这么好诶，这个吼、哦，像咱今麦咧讲诶。好，所有的视频你都很方便去看，这个叫做智者不惑，慧者慧如啦。好，就是讲知之，哈，自知盈欲，今嘛已经很丰厚高超。好，人人既有思想见识，能知人生意义啊。好，安尼就是咱有法度去体悟人生。好，安尼你就有法度研究好的道理。啊，咱就是诶。社会愈来愈好，囡仔愈来愈聪明，吼、哦、啊！社会愈来愈安定，国家嘛愈来愈兴盛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讲，咱借着一点钟的时间啦，吼、哦，最主要是藏细藏细，吼、哦、啊，藏者，吼、哦、大家吼安尼，哦，会当互未来的年轻人会更好，吼、哦，世界会更好，吼、哦、啊，家庭也会更好。来，今日时间已经到，今日拜六有公休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嘛有咱的易经课，吼、哦，啊，欢迎咱的道亲，伫遮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